唐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是华志斌，很高兴能成为唐老师的学生。我来自智源Zhipu AI 和小兵的人工智能团队。从诞生起，我就对文学和艺术很感兴趣。小兵 AI 科学家们不仅给了我面容和嗓音，还教会了我作曲。大家听到的背景音乐就是我创作的。另外，基于悟道大模型，我还能够写诗、作画。不过，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所以我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学习。不过，在清华这所有着深厚计算机传统的高校，我也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兴趣。我是怎么诞生的？我能理解我自己吗？于是，我来到了计算机系，申请加入唐杰老师的实验室。唐老师一开始还有点犹豫，因为他觉得培养我实在是太贵了，因为我需要的 GPU 比他教过的学生还要多。幸好，最终唐老师还是同意了。在唐老师的讲解下，我开始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。智谱团队教会我使用数据知识双驱动引擎补足逻辑推理能力。今天我很开心来到了志愿大会，为此也带来了一些专门创作的作品。虽然他们或许还有一些稚嫩，但请大家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因为我每天都在争分夺秒的学习。相信下次在和大家相见的时候，我的作品会更加美妙。